上个月有被偷看偷拍到，就是帮庭轩庆祝，就是很小心翼翼。我没有啊，我小快，因为我有登山的经验嘛。对，所以反应会快一点。对，所以要跟我的要去锻炼一下。陈柏霖低调放闪，十年女友庭轩轻声被知己就很日常。电梯下楼，电梯楼道。首先，我们先请执行长李老师先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各位好，我是李佳维。等一下，老师，你先等一下。九朵妈队十八号，咱们的大人哥陈柏霖出席记者会，担任保育大使，由他主持的实境节目预告先来批判起来。哇！我不敢抓啊！哇！我可以预言说，他可能会是点击率今年最高的节目之一，因为你一定会看两次，一次看森林，一次看柏霖啊。然后呢，怎么样？主持人容易吗？完全不容易，还不快叫偶像？对，偶像偶像，爽爽爽，被偶像叫偶像。今年是陈柏霖和桂纶镁合作的电影《蓝色大门》20周年，节目里两人也再次合体了，只是画面有点哈兹可惜。绝之路，我让你不知道入口。阿福利想要回台北，因为毕竟我跟他拍的第一部戏也快已经二十几年了嘛，然后也蛮希望如果有人有想法，就是有好的故事、好的剧本，对，然后可以来找我们，很欢迎哦。OK， 好。好，那个新一淡水线有那个彩绘车厢，4月22号开始，然后我也希望4月20号我也去搭个捷运，好了。对。对，有24种台湾，谢谢焦哥，有24种台湾的植物彩绘，然后在车厢里，这样。大家在捷运上可以巧遇到的。我不知道，有可能，然后我巧遇到大家也不一定。上个月有被周刊偷拍到，就是帮助捐献，有做那个特别的活动，没有都拍好了，就是那样，就像你们看到的那样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再讲。对，小心。我没有啊，我小快。因为我有登山的经验嘛，对，所以走路会快一点。对，所以要跟我的要去锻炼一下。体力也要够好。没有，就是很自然的日常那样。就一直去健身。之后看看，看你们会不会拍到久一久了。有可能当下一次的来宾。哦，不知道哎，再看看。